这个胸部的保养之外呢，其实现在在日本非常流行，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平常有一些可以睡眠同时穿的美胸衣，就可以达到这个很好的效果。睡觉的时候穿，睡觉的时候穿哦，醒来就帮我们。它可以帮我们循序渐进把你的胸部放回该放的位置。所以像是这种美胸衣可以先让大家看一下，其实里面的结构是这样子。第一个呢，它是有旁边有两个罩杯，有两个罩杯的孔，它那个罩杯是可以拿出来的。那罩杯呢是一个就是上薄下厚的，帮助你把你的胸部的位置的定型做好。这个衣服的结构上呢，来大家看一下哦，它利用到呢背后是交叉绑带的一个设计，交叉绑带就是让帮助我们做集中的效果。所以如果你有外扩的问题，你可以利用像这样子，而且它的这个整个斜边的地方也加高加厚，就是帮助我们把副乳的位置整个往内移，也就是把你这个可能不是在对的位置的肉肉放回对的位置。哇，那很好，又增加了胸部的完美，同时又帮你规避了不应该的地方。当然你不可能一次就回到原来的位置，可是呢相对来讲它可以帮助你的胸型再搭配一些可能保养的商品，可以让你的胸型的位置更加